不吃不卷，大马抗疫就一年了。现在来探店这间小黄屋，小小的铁皮屋，大大的面包梦。这间小黄屋是吃面包三明治，早餐吃点不一样的。这里吃的不够饱，待会再去吃点心。现在来探店这间吴林阁24早餐怎么行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个是开放式的厨房，晚上还可以在这里吃烧烤。这里除了烧烤，晚上这里还有一间小酒吧可以喝酒。沙西迪酒店的 drive through， 哇，沙西迪也做 drive through 啊。第三间星巴克，因为在飞机场讲话不能太大声。走的肚子有点饿了，待会去吃午餐。饭店这间菜谱鱼，它是新的，这是他孩子开的，他爸爸开在另外一间，就是那个壁画，在这边有一个猫的壁画。要排个龙吗？没吗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好的快，好的。壁画正在进行中。探店这间店，这间店是有卖面跟卖饭。这边有一只鸡腿跟乌贼，一盘这样15块，生意很好，人都一直来不停。是高楼大厦，这里是小港小村，小小的村，高楼大厦。
这里发现一间餐厅，可是今天没有开，但是在那里，在大厦后面这边。这里没开，就去路边摊找吃去。路边店小妹子。你收入工资多少吧？1500元。生日当天，蛋糕刚刚下货。哇哦！我是王一博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然后希望你的所有的愿望都可以达成，然后每天开开心心，天天向上。